要牛肉还是鸡肉？嗯，烦哦，你选嘛。我选吗？那我们就鸡肉好了。OK。你好。你要吃冰？啊，我要一个鸡肉的。对。我刚才录影，把你那个录进去了。嗯，没事，老板。我很早前。哎，你好，小姐。不要辣。要一点点辣。还蛮清淡的，而且它有薯泥，我喜欢吃那薯泥。对，有马铃薯味道，一点点辣，可以加大辣，如果你要的话。我跟他讲，我要小辣。还有那个香料味道很香 ，tomato base。它的饼很，饼很啊，饼很好吃。好，我大概是个只有几分钟。我有点想要问他有没有只是买饼而已，他饼很好吃。加那薯泥很好吃。嗯。我们这个是鸡肉口味嘛，它好像还有一个牛肉的。鸡肉。很好吃哎。番茄一点点酸酸，很好。同性相似嘛，异性哎，好对不对？相似啊，对吧？嗯。那饼真的很好，薄薄的，嗯，薄薄的。饼薄薄的会很好咬，太厚会不太好咬，蛮好吃的。你好，还请过来。很好吃，有种口味哦，有草莓的哦，还请过来，有草莓。然后这是哈辣，老板说这是哈辣。来来来。哪里好？
你要吃个牛肉吗？还是下次再吃？下次再吃。那给人家排队。超好吃，超好吃。哎呀！没有没有，那个可以丢吗？给我了，给了，给了。